每一位的心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是崇高，愿你的名得荣耀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你的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的荣耀在此刻。主啊，让我们来开口来敬拜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敬拜赞美的神，用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主耶稣。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愿成为活水的圣人，遵守灵命的更新，真道的长大成熟，做主何用的器皿，抢救失丧的灵魂，在爱中彼此建造，学主谦卑服侍人，靠着爱我们的主得人得胜如得鱼，引领人敬拜真神，永留生命的活水。我愿以爱的行动，谦卑顺服的心，让主借教徒中来装备我，为教会突破得以成长祷告。我不停止聚会，并邀请朋友来参加聚会，献上恩赐与能力，做主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。我愿遵行主的话，奉献支持教会的施工，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，是树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，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照自己的迹象抽出来留着。活到福音触人心，飘荡浪子快回家，水渊城乡救灵魂，受造万物归原主，活泼圣灵常引导，恩典怜悯都够用，水源深处必得鱼，祝福应许皆成就。活出基督耶稣真善美的榜样，水道灌溉世人信望爱的心田，活石配搭建造灵宫，恭迎耶稣登基作王，水泉洁净教会心腹，静候基督降临婚娶。盼望主来的那日，我们亲眼见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荣耀里同众天使，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他来到审判活人死人，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信实审判万民。真理、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归救主耶稣基督，直到永永永远。阿门。祝我们再次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，因为你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我们从现今就开始经历你的荣耀，经历你的权柄，经历你国度的真实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愿每一位存着心灵与诚实进入到你的殿中，在七日的第一日分别为圣。主啊，你是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主啊，你要将你的能力，你自己传福音的恩膏，你传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头，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主你的权柄能力，靠着主你的荣光，度在世寄居的日子，得着主你的恩惠怜悯，为主打最美好的仗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也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教会，让我们不单单建造这外在有形质的教会，主，我们更要建造的是我们心灵的圣殿。感谢主，近日借着列王记上，借着主你的圣殿的建造，让我们不断地来思想你自己奇妙的作为，你的应许，还有你属灵的原则。我们把今日的讲坛继续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你厚厚地来膏抹，让每一句从你的仆人口里所出的话都能够成为我们的造就和帮助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